哦，阿拉，那里在来这么在一许多来在一八五线道一进到盐山公路，你这在是啥？阿边个那家人内进了三对在平102至一线来在家人都做，慢慢来做就是啥个故事，来做那就是阿达个人。另外呢，我们家人内进了嘛，那里在来做啊，就跟那人，伊在努马里龙啊，在龙毛大马西啊，马里都少乌鸦啥个马盖，哎，就是阿达个人，伊高空多时候都是不巴龙来做不做干。哎，这家人你们在盐山公路都走嘛？完了，这你爸爸让咱那地面就是阿扎里县。现在嘛在阿边岸，伊在做些啥？这十五年嘛就，哎，做就是阿啥嘛在一段古古小的阿家人的暖呀，暖阿拉古家人，那么里龙啊，嘎子杂龙，我们现在每天都干嘛干？哎呀，就是阿达干了那不是嘛了？很不方便的，很危险呐。啊，还好这个最近这个。旁边这个已经放了，以前真的是很危险，因为看不到两边。这边是行政区这条路哈，我们真的都几乎通往都是往这边来，所以每一年都淹水，希望帮我们改善一下，真的很多事情都要到这边来办事情哦。哎，对嘛，在大中啊，跟那咱尼马氏部落都注意着嘛，叫路少打，哎，走啊，在路嘛，嘛是不离乱那呀啥，嘛就老打，哎，走不卡子，在路尼马子，我们现在马里路尼马子，在路那呀，都走，还是一部分路尼马就忙接着打，来在家里不用的屋里花，那今毛大金西湖水利局啊，对，专门啊台塘啊古巴，哎，专门来玩大省省岸。水保局那同意在短期的部分先处理。马氏溪它的一个野溪整治，那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长期，就是台塘应允首垦哈，能够提供一块土地去做一个滞洪池，来解决长期以来因为水排不出去所形成的一个淹水的状况。努阿拉拉里赞来做啊，加拉尼玛扎伊西萨阿维昂啊，那马里龙啊扎罗马卡扎，像啊伊在做马罗卡罗啊，乌拉里基迪啊伊在做皮诺，啷个尼玛就只做马万努马沃克蒙埃萨马亚萨，都只马扎在做吉纳吉尼玛就，乌里马万纳金西霍伊普瓦龙啊亚萨，来做布阿尊啷个那台糖啊介绍哒，乌里尼玛就明日在做啊糖果亚萨，乌拉梅普瓦龙来做生生安阿蒙德西阿拉布拉巴，第一就不让把这结论。